那开心了，当然是开心嘛。这样主办单位做到不错，整个环境都很不错。So, 能拿到这个金牛奖也是蛮开心的。其实成功没有什么秘诀啦，就是你能帮更多人，你才能帮天下人。这是我时常讲的那种座右铭啦。今天你不帮人，你明天你也不用想任何人帮你。So, 啊，首先我要感谢是我团队先啦。我可以组织到今天为止，差不多有整300个人都是一直以来那种坚持啦。So, 谢谢大家。啊，下一步我们是发展全马的。目前我们第二间 brand 已经在 JB， 预算在今年内我们应该可以再开槟城啊，甚至其他州属的，能够帮更多的人的。